喜欢这个射门啊，这次要传的再晚一秒恐怕就越位了，不过传球还是射门都得点赞。还需要提高，最后还是没能取得进球，不过这确实是一次非常犀利的反击，在这种速度之下，对方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。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块去。
了战斗。即将告一段落，感谢本场比赛陪伴我们的专家姚坤，我也十分荣幸，王涛老师。